在这个时候的龙队是再度更换投手，改派左投手王威忠上阵。今年是在二军出赛了三场之后再被拉上来，三垒方向刘建宏接得漂亮。当年基本上王威忠的角色就是在中继跟先发切换。这颗变化球相当犀利啊，134公里让神奇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面对王威忠这个变化球，好像是有点滑球，挥棒的时间都会稍微早一些。两次挥击结果都一样。所有的重心其实都有点从后脚移动到前脚去。只要身体没有状况，王威忠绝对是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左投手，是2.7左右。拉回来，再次考验刘基宏接球传球没有问题，抓到了李宗贤，所以12颗球在6局下半，王威忠投出了3上3下，比数保持在7-0，不枉领先。两好两坏。这个变化球，王胜和再换一个空棒，遭到陈志宏三振。今天单场的第4K， 8又3/3局。这一棒打上一垒，直接被拦下来。陈启起身之后传上一垒，没有问题，挖不过。高国麟第一时间脚没有留在垒包上，后来是用 take 的方式抓到出局数。都是中信兄弟的外籍投手。这个球往空中打，林哲轩已经掌握到飞球落点。往前进，完成接杀，比赛结束，117球，陈志宏缴出了生涯第2场的完投完封胜，带领富邦最终是以8-0完封了味全龙队。